一个人犯法，剩下的那村里边另外那十个人也跟着那啥呀？哎呦我操，上单寒冰，打晚豪，那确实有点狠的了，那确实有点狠。一个人犯法，一个村儿都没了。全军出击！不是一个人，是十，大概三四十个人。那害人精由此而来呀。品空气的味道是我们的荣幸。这要谁想害人精，一下给一个村儿都害没了。火车，我到了。我的命运是我手中的武器。天堂降临。等我二啊！如果他们杀死我，咋没生呢？至少我能以凡人之躯赴死。没生啊，他们从天空中看到的是战争，但在大地上的所见只有杀戮。一个兵也不吃呗，在对面补最后一刀，补尾刀，别让他们吃兵。俩人，一个一级，一个二级。人们呼喊着所要的力量，其实早已存在于他们内心。他走位敢上前靠一点儿，我们就杀他啊！他妈带着点烟。我踩出剑渣，剑平 A 闪现，平 A 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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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，血断。你三级打二级，你不随便打他？我操！啊，三级打三级，你可挺弟弟，这你都打不过呀？啊，你这都打不过呀，兄弟呀！我的妈呀！都是将死之人。下路宣布无敌了，不亏呀，不亏不亏。成为一名普通士兵。我踩住剑渣，打个闪不错。星辰遥不可及，于是我握起长枪，瞄准天际。可真是个小弟弟呀、啊！我要在天界刻下属于我。其实也不能说这卡莎弟弟，卡莎这英雄前期确实没这卢仙厉害。你一个重印咋跟人强攻打呀？确实难打。奶妈跟卢仙都没有闪，双双没闪。
你别卡我走位呀、啊！怎么不跟了你这？我踩住，别砸！哎，这回可以，这回不错啊，这回不错，也断。中路也血钻，下路也血钻，全都血钻。把这眼儿排了，其实生长在暗意和心灵的夹缝中，但我们必将凌驾万物。熟悉的位置，陌生的结局。把技能都打了，扎，扒完走。还活着，站起来，再活的。奶妈还想二打一，还想把我杀了，我天哪，给你狠的，给你狠坏了，我一看。那卢仙我没爱杀他，我杀他，我给那卢仙一块杀了。长枪所向，一往无前。好加血！那卢仙是不是觉得奶妈的技能是有无限的？他以为奶妈能给他奶上来，但是他奶不上来，是不是？来，我先给他来个死刑。我并不争先，只是一心超越。上路怎么把号让寒冰给带碎了？人还挺多。人若品尝过神的恶毒，走，来这儿蹲艾克啊！说不出甜言蜜语。来这儿蹲艾克，那艾克可能会过来，在这儿等他。推的咋那么快呢？因为那时的凡间比星辰更明亮。他推的好快哦，这两个人。收了一波兵。意志点亮了这把长枪。马上不能越了，躲在一座山峰的阴影中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不让他俩补兵。不给补，只不过是我们的倒影。那卢仙就补了33个刀，我们就在这一站，他俩补不了刀。刀剑相撞，那声音曾在我耳畔逝去。
再见！哎呀，没闪过去，我操！我就说这个墙不能闪，闪了就撞。婉豪让韩妮打完了呢，还追呀？干哈呢，大哥？哎，没有什么怜悯和慈悲，你还敢过来？我扎，给我杀！我踩住平雷接扎。肉大荒星远翻过一座山，跳弹，这跳弹的位置好差呀，我想往这边跳，怎么往那边跳了？妈不杀，难解我心头之恨呢。在我脚下，在这等来。我将悔恨，与我的名字一道葬在了墓中。咋那么猥琐？仙太猥琐了，那卢仙是怂的要命啊，他不出门儿，兄弟。Enemy double kill。而且这奶妈的 E 技能每回都挺快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好快的 E 呀、啊。为何而战不重要？重要的是为谁而战？哎，太他妈怂了！我操了，又跑了！这俩人真的，这俩人太你妈怂了！打个游戏呀，太怂，太怂了！我已看透你。只要会流血，就是我的手足。猥琐至极呀！尤其是那卢仙，一个兵都可以不补，但是，啊，不可以死，可以不补刀，但是不可以死。如果我们可以不再背负恐惧，游戏让你玩的，一定还能走。我本来以为就只有上路能这么玩，我没想到下路也能这么玩。我是真想不到啊！成为传奇。防一波，踩住乌鸦炸！我这坑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能踩打成这个样子啊，兄弟们呢？啊！我克隆技能为什么没蓄力呀、啊？我也搞不懂为什么没蓄力、啊，好奇怪啊！谁来军带瑞呢？艾克来军带瑞吗？艾克凭啥来军带瑞呀、啊？
要上战场，先要顶天立地。这都能来军带队，我是没想到的。1668，利刃穿身，我仍毅然前行。上单喊别人713，我曾一落千丈，便可再度攀登。因为万物都会坠落，所以攀登是我们必然的宿命。那团战不太好打呀，不好上啊，少人呢，那上了等于白送啊。守塔呀，给你削了，真他妈烦人的奶妈。啊，越成这样了还打不死吗兄弟们？多少次才能学会活着？小龙，这都眼谁放的呀？我曾找不到自己心的极限，而我仍旧一心前行。哟，这团战现在肯定是打不了，只能找单带。凌厉的长枪在麦田面前躁动不安。狂风之力，我点了下一把，你们觉得呢？算了。确实难打，来个泰坦好了，感觉。